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呃，今天的这张图很特别。我们能旭法师说：“哦，我们早安佛光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风格啊、哦，很特别啊。哦”呃，这幅画从哪里来呢？啊、呃，这是我昨天呢、啊、才刚刚收到。我们多伦多的淑芬师姐，她说她在一家店里头啊看的时候诶，看到这幅画啊、哦，她直接把它拍下来啊。当然，她在画中有画嘛，哦。 嗯、那他觉得很有意思哈、啊，我跟他回我说真的很有意思，这有故事可以说了啊。但今天这话说师傅呢，啊，跟我选的这个题材话题有什么关系呀、啊？啊，其实呢，呃，看到这幅画里头，我说他画中有画啊，啊，这个是双关语哈、啊，啊，这一只这这幅画里头就有一只猫啊，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在画。 他是画他自己呢，还是画他，呃，他的未来？他希望如何呢？啊，这样哦，啊，所以呃，画里头在画哦，猫在画一只老虎嘛，哦，好。那另外我说他画中有画，那就是呃，先各位先想一想，你会先想到什么？啊，我第一个呢，我当然想到一个很早就呃听到很熟悉的故事啊，大概是说啊啊，有一只老鼠啊。 他怕猫，怕得要命啊！那有一位魔法师也是看着老鼠可怜啊，就说：“哎呀，那我把你变成猫，你就不用怕猫了吧？”哦、就用法术把它变成一只猫啊啊！结果呢，这次变变出来的猫呢啊，就是一看到猫呢，它吓到啊，一样就像以前的反应嘛，拔腿就跑啊！我想另外的猫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哈啊，它跑回去洞穴里头，还在发抖啊。 啊，他后来跟呃这个魔法师讲说，不行，我还是怕的要命啊。他说，那这样好了，猫怕狗啊，我把你变成一只狗啊，这样你就倒过来，你不用怕那个猫，还会怕你啊。啊，真的啊，那好啊，好，再变了，变成一只狗啊啊。有一天呢，又碰到猫了嘛。哦、啊，这只狗呢，就老鼠变成的狗呢，一样啊，这个拔腿就跑啊。 啊，这个他又再去找魔法师，他说不行呢，啊，我怎么看到猫我还是害怕哦、啊。后来呢，他把它变成一只老虎，当然结果还是一样的。后来这魔法师呢就跟这只老鼠讲，他说我可以改变你的外形啊，但是我改变不了啊你的心啊，你所恐惧的，只有你自己去面对了哦、啊，就这样哈、啊。所以呃、啊，问题不在外形嘛。 啊，是在他的心啊，这是好早以前看过的一则寓言故事啊，所以看到这一幅画，我就觉得哎，啊，很有意思啊，这是第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浮现脑海。那第二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办儿童夏令营了啊，那这次的儿童夏令营叫“我爱施工三好儿童夏令营”啊。 嗯、呃，我本来想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哈、啊，但是嗯，今天先用这幅画来说话吧。哦，我看这些小菩萨好可爱哦，实在好可爱。老师们助教也好可爱啊、哦，就好像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小小菩萨啊。 啊，他这个没有心情听老师讲话，大概这个呃疫情宝宝嘛，还没有离开妈妈那么那么久哈、哦，他坐在那里就是嗯闷闷闷闷不吭声的在那里掉眼泪哈啊，我呢都没有带小孩的经验，我说你怎么了啊啊？他哥哥说他想妈妈啊，我就说呃下课后妈妈就会来啦哦，你要不跟小朋友先一起玩呢？嗯、啊。 他没有任何变化啊，然后呢，我就抬眼看着我们的云燕老师，我用眼神跟他求救，想妈妈怎么办？他就说：“Come come，来来来，我也是妈妈，来来来，一把把他抱到怀里头去，他就乖乖的很，很好像真的在妈妈的怀里头就跟着听课了哦，啊，就是这样啊当然，客人上到下下午哦，呃，小朋友应该都忘记了要找妈妈了哈、啊，玩得很开心哈。啊 问他们啊，最喜欢什么课？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样啊啊，有的喜欢啊，在菜田里头开心农场啊，有的啊啊喜欢 playground 哈、啊，最多小朋友讲这个啊。另外当然呃、啊、很特别的又讲 meditation 啊，喜欢禅坐的那一堂课啊啊。那不管怎么样，我看的这些小菩萨们呢，啊，跟这幅画隐约有一点连结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这些小菩萨们呢、啊，呃，就是这只猫啊，好可爱的猫啊，他、呃、心中想象的他的自己，他的未来啊，他、呃、的未来会很强大的啊。他、呃、有一个理想啊、呃，我将来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啊、呃？我我感觉我看到，啊、呃，这这群小菩萨们哈、呃，啊，真的想到事小不可轻啊、呃，这个在啊、呃、佛经里头佛陀告诉我们的啊、呃，事小不可轻啊。 啊，在讲啊，这个，呃呃，这个什么，呃，星星之火就小火啊，你不要小看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哎，这个呃，然后啊、呃，小小龙哈，呃、啊，讲小蛇也好，小龙也好，而小龙有一天会成为呃这个龙王啊，哈、哦，他可以翻江倒海，可以兴风作浪啊，也是会。 很大的影响啊啊！小王子啊，小王子长大了当国王呢，啊，他可以统领啊这个全民，或者是说啊，他可以呃带领一个国家哦，啊呃所有的这些啊政策由他决定哦，他也可以很有作为哦，嗯。另外就是小沙弥啊，小沙弥也不可以小看他，将来可以是大法王啊，所以我看的这群小菩萨哦，啊。 确实，我其实所有的法会啊、活动啊，啊、呃，就是几万人的聚会，我跟他们讲话啊、呃，我都没有发抖过。但坦白讲，我最怕的就是小小小朋友的这个儿童夏令营啊、呃，或者冬令营，只要小朋友的啊、呃，我都觉得我是搞不定啊，啊、呃、啊！有时候看他们像小毛毛虫这样动来动去，我都不知道啊、呃，这个怎么跟他们讲话哈。啊、呃，那呃，所以我是很佩服哈。呃 啊，这个对于儿童教育啊啊，这个幼教啊有专长的老师们，我都觉得他们真是超级有爱心的哈、哦啊。但我我虽然说怕他们，但是我又感觉到，哎呀，就是他们看他们稀世珍宝啊，因为人类的未来呀啊,啊，这个佛教的未来呀啊,啊，就在我面前啊，他们每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啊啊，将来长大会成什么样呢啊？就像。 这幅画，我真的看了这幅画，就一直看，有意思，有意思啊，呃，因为关键是在这这这个呃，在画画老虎的这只猫啊，从、呃、镜子里头啊、呃，你看到他的眼神啊、呃，各位可以去解读这幅画哦。你觉得你看到这幅画，你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呃，你的理解是什么哦？啊、呃，我就看啊，他、呃、的手笔直笔直，很有力的啊、呃，很肯定的，他在画一只老虎啊。呃 呃，那但是他的眼神之中呢，他没有恐惧啊，他也没有那种啊，好像啊斗志哈、啊、满满那样子哈，将来一定如何也没有啊他很如实的、很平静的在画一只老虎，平静的画啊，他不是害怕老虎啊，也不是妄想自己。 啊，我要能变成老虎该多好啊！都没有，他只是很平静的在画。这是我看到哈、啊，我在判断这幅画它传递的是什么呢？啊，看到那猫好平静啊，啊，它从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啊。所以想一想哈，呃、啊，他应该，啊，我也不用去预测他如何了哈、啊。我只是觉得，因为刚好哈。啊 就是在办儿童夏令营啊！我跟小朋友们讲啊，我说，呃，我们今年的主题叫“我爱师公”，当然我要介绍师公是谁啊。我说，师傅的师傅就叫师公啊。哎，那我说师公啊，他有很多的啊优点，我们要去学习的哦啊啊！小时候他开始就很有爱心啊，我就描述一下啊，哎，然后，呃，他。 呃，很勇敢啊，啊、哦、还有他很有智慧哦，哦啊，再再稍微讲一下啊，我不是我不知道这些小菩萨们哦，啊，他们对施工认识有多少啊？呃、啊，那么在海外来说呢，啊，他们那么小啊，很多都是疫情宝宝出生的或者长大的哦，啊，有三岁半的，有四岁的，五岁、六岁都有哈、啊，哎，这接触是很少啊。 但是我希望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啊，课程之中，啊，除了啊，学习啊，像环保啊、爱护环境啊、尊重生命啊，这个在课程里头的安排啊，就是在我们的开心农场啊，他们第一天就要种下一颗种子啊，之后呢要帮它浇水，然后要观察啊啊，这是学习爱心、耐心啊。 好，那这一部分当然也是学习师公啊，星云大师啊，啊，他对动物对生命的尊重啊，那讲到他的智慧啊，哎，还有他他勇敢。 啊，他很爱体育啊，啊，所以这次里头啊，要有篮球啊，啊，羽毛球啊，哈、哦，我都不晓得小小朋友们拿着球拍，好、啊、该如何呢？啊，不过篮球我们是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球架，这么这么矮矮的球架哦、啊，啊，应该也没有问题哈、啊，呃、啊，就是从这个夏令营里头啊，除了这些学习之外，哦、啊，当然啊，学佛行仪哦，佛门的礼貌啦，哦、啊。 啊，或者称呼啊，基本上的这一些啊、哦，都要教啊。那最根本的还是回归到他们是三好儿童啊，从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啊，然后学习施工的精神啊，所开展出来的课程啊、哦。那我希望他们就像这幅画里头哈、啊，不要以为自己小就不重要了啊，呃，以为自己小啊就可以赖皮啊啊，可以为所欲为啊。 啊，其实老师们看他们都把他们当成这只老虎啊，就是啊、呃、是很懂事的啊，是很肯学习的啊，是呃可以啊这个把课程里的这些都学起来运用的啊，把他们当为人才将才啊，在啊这个培训哈。啊 啊，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這是智印法师讲给我听的。他说，有个小朋友呢，啊，他在那里，呃，啊，哭啊，啊，也是要找妈妈嘛，哈，呃，呃，然后智印法师他不忍心啊，偷偷跑去跟他妈妈讲，你要不要去？啊，这个就是，呃，这照顾一下啊，这照应一下哦、啊。他妈妈说，啊，不用，啊，啊，要给他去学，哦，这样，啊。 所以知音法师他就狠下心来，好，就跟老师们讲说：“妈妈已经把小朋友交给老师了，就由老师来带了。”哦，啊，老师们也很有信心啊，父母这么信赖他们啊，啊，所以就所其实早上还会比较刚刚开学嘛，哦，但到下午的时候，全部都玩在一起了，啊。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哈，啊，这、啊、是辛苦老师们哈、啊。但我很高兴，我在啊这开开营的第一天啊，看到这一幅画啊，我就看，哎呀，这只猫好可爱啊，小小猫啊。那老虎其实是小小老虎的，看得出来是小老虎啊。哎，但是嗯，他、啊、心目中啊，他看自己啊。如果我们给他们啊。 啊、呃，就是你的未来的主人翁啊、呃，你一定可以长大，可以啊、呃，很好，你可以更好啊、哦。他们心中也会这样肯定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儿童夏令营啊，嗯、呃，就是讲说今天是话说师傅啊，啊，今天还真是去跟小小菩萨们啊，跟他们讲师公的精神啊。虽然我说我看他们都搞不定啊，我是怕小朋友的活动哦，但是呢，呃，佛教哈、啊、要有未来。 就看啊，在佛教里头有没有小朋友啊？有没有青少年呢、啊？有没有青年呢、啊？啊，佛教要有未来，就要有他们的加入啊，所以是多么重要的啊一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要重视啊，这个佛教的未来就靠这些小菩萨了啊！所以看这一幅画，大家。 各自哈，这个解答解读了啊，不一样啊。但是希望各位看自己也是一样的，不要小看自己了啊。这是人只要你你能够就是不为不为你的外境啊啊外面的状况啊所限啊，你的心可以不断的成长，因为关键是在心，不是在外境嘛。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阿弥陀佛。